叶小天啊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有办法用剑？是啥？到这来夜晚犀牛拄着我，我老人怎样会使抗金兵啊？会死会死，哎呦，今天是绝对会死啊！这种真机心也不小心危险之境，突然间，一队战士从金角阵营集体输出。叶修天告诉我，金吉星，你相当笨拙，引开金角阵营。吼！哈！哪一个？金角阵营军队领导，金吉星蒙兵独立囚牢，正在生死危急之际，突然间幽暗的囚牢之内出现了一对神秘的身影。啊！一个是金角兄弟。啊！三是家丢无代志，伊也输不紧咯。哎呦，这只牛嘛无追来咯。嘿，原来是伊也输暗中的保护我。快跑回棺木，看队长是夫人。文迪金，你过来，过来一下。是谁靠吗？是我半步香。吴文姑娘，半步香进步。啊，叶小天受伤了。是。望请收容，快随我来呀！想起来等去同步告你，去。万金真正叫名不虚传。若非及时抢救，叶小天双手已经残废。吴文姑娘，多谢你。叶小天，你是要归还十方灵动？叶小天，其实我也知影家父非是比你舒善。吴文姑娘，家父临终之前，将十方灵动带入天机王，无非也是无想要让此剑造成更多的人命，因他之亡。毕竟武林中
记住出家的人太多了，现在出门又必要受天书定，也是十灵剑真主附近要受天已是光明洞幽灵，就让他留在你的身边吧。叶修天，家父将此剑当作天机恶之事，就表示此剑既不属于无门三宗，家父是因他之谋。如果现在我再收回此剑，恐怕经过无门三宗也难躲灭门之火。相信一定叶修天剑术不由出剑不然吗？吾闻姑娘自此病理之意，以那日天机无边判了良人，前辈故将，让叶修天安静休息吧。我也应该进去调集灵珠。等你上手，就你早日康复。行。